各位热爱马拉松的跑友们，大家好！又到这个礼拜的马拉松天气的时间。那从上个礼拜天开始呢，封面到达之后，这几天整个天气状况的确非常不稳定哦，尤其是在中午过后，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大雷雨的状况哦，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下得非常的大哦。像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其实是梅雨季节一种非常明显的这种特征。那未来呢，接下来又进入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哦。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端午节连续假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天气的形态，还是很容易下雨的这种天气形态哦。所以说，从这个小叮咛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端午节的这个最大的天气特征就是目前影响台湾的这个西南季风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在整个连续假期的话，基本上下雨的机会其实蛮高的哦。那在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来讲，如果是礼拜四跟礼拜五，就是明后天的话，基本上还是以午后的这个雷雨为主，而且在山区里面很容易发生这个午后的这个大雷雨哦，雨势可能会非常的大。那可能比较明显的降雨时间会集中在中午过后，那在山区里面的雨势会特别的明显。那到了周六跟周日这两天的话，可能随着西南季风更为增强了，可能是全天都会下雨的哦。下雨的时间已经不只是在中午过后了，而且可能会有比较持续性的这种大雨，就是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整个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在周四跟周五还有周六周日这前后这两个部分，可能状况是不太一样。前面可能要比较注意这个午后大雷雨哦，那到了后面这两天，可能降雨的时间就不只是在中午过后了，可能全天都容易下雨，而且雨势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如果说在端午节连续假期这四天的话，如果有要从事任何的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要有这个雨天的备案哦。而且因为雨势会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尽量要避免就是前往这个危险的区域哦。像这个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有参加这个溯溪的这个活动，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而发生了意外，像这种比较危险的地方的话，在未来这几天的话，尽量是避免能够前往。那如果说有这个朋友们可能要到山里面去活动甚至有这个越野跑这个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就是前往山区，因为可能山里面的降雨会变得比较明显，尤其是在中午过后，然后到假期的后半的时候，整个的条件在山里面下大雨的状况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明显哦。所以说，能够尽量减少前往山区的话，大概就是尽量减少。那因此呢，在这个天气的这个状况上来看的话，前面这两天的话大概是午后雷雨为主哦。那不下雨的时候，其实温度还是蛮高的哦，可以看到这个各地的高温可能都还有33、34度，那只有东半部稍微好一点哦，是32度。所以说天气状况不是很稳定，那不下雨的时候其实温度还是蛮高的，是比较这种不舒服的这种天气。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户外活动的这个适合度大概都只有60分到70分左右，其实并不是非常高哦。那这个是以温度为考量的这个适合度哦，如果说以天气为考量的话，其实可能分数还要再更低一点，因为很容易遇到下雨，而且雨势又会比较大。如果你是到这个户外活动的话，其实危险性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可能在这两天的话，请大家留意这个中午过后容易发生这个大雷雨的状况。那到了后面两天哦，就是礼拜六礼拜天11、12号的时候，雨势还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哦，整个这个全台湾各地可能都是容易下雨，而且降雨的时间不只是在中午过后了。那好消息是温度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哦，大概高温的状况有可能会降到大概31、2度左右，相对前两天来讲的话，温度会稍微低一点，因为降雨的状况变得比较明显的关系。那目前的这个看起来，这个户外活动的这个适合度大概在70分到75分左右。那一样哦，就是前往山区活动可能要特别小心，因为雨势会比较明显的关系。所以说，可能这个适合度可能还会再更低一点哦，分数还会再更低一点。那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呢，大概是后面这两天比较特别注意的这个重点，因为山区的雨呢可能会变得比较明显。那至于在这个礼拜，虽然说遇到了这个端午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哦，可能很多连工作人员都去放假了哦，所以说其实路跑的活动并没有那么多，可是还是有一些路跑活动在举办了，还是有马拉松的活动在举办。那比如说像这一场2016的这个世界海洋日的这个路跑啊，它就是在6月12号，就是在礼拜天的这一天呢，可能在这个台北的大家和平公园要举办。那其实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这个深远哦，它是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所举办哦，它其实是要唤醒大家重视这个海洋的这个保育哦，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哦，随着这个人为的破坏，其实海洋的这个渔业资源是越来越枯竭哦，那整个海洋受到人类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今年呢，海洋保育的这个主角
整个活动的主角就是这个鲨鱼哦。那过去可能大家都对于鲨鱼有个误解，就觉得鲨鱼会攻击人类，它可能对人类是不好的。所以说，而且它再加上这个有很多这个国家可能爱吃这个鱼翅的关系哦，所以说其实对于鲨鱼的这个捕捉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鲨鱼对鲨鱼的这个捕捉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其实目前在世界各地，其实鲨鱼的数量是越来越少的哦。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海洋日路跑的这个主角，它就以这个鲨鱼为主角哦。那它的这个给了一个名称叫爱鲨行动。那这场路跑呢，其实它的这个路线并不长哦，大概最长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其实是蛮适合这个全家大小一起来活动的哦。那不过因为这一天是礼拜天哦，所以说刚刚有提到礼拜天这天天气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哦，就是在这个路跑活动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可能会遇到下雨的这个情形，而且雨势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说如果有参加这场路跑活动的这个朋友呢，可能要注意这个做好这个雨天的这个准备哦，那就是替换的衣物啊，那医保带的这个打包可能都要做得比较好一点，因为很容易遇到下雨的这个情形。那另外还有一场呢，就是在礼拜六，在6月11号的时候，在苗栗所举办的这个永和山的这个水库路跑。那永和山水库呢，其实是苗栗好几个比较漂亮的这个水库其中之一哦。那它大概是在头份啊跟三湾的这交界的这一带的这个山区。那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水库从高空鸟看的话，其实还蛮漂亮的。那这一场比赛呢，基本上它的这个整个路线呢，大概就是沿着水库哦，然后再沿着三湾乡的这个道路，在这个举办哦。所以说，其实它这个会有一点起伏不定哦。虽然说大部分来讲的话，起伏没有那么大，在水库这边的起伏是比较大的。那在三湾这边大概是比较平路一点的这个路线。那呢，它虽然说有一些起伏有些难度，不过整体上来看的话，应该还不算是太困难的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基本上因为它是在6月11号举办哦，所以说可能在这一天遇到这个天气比较不好的状况还是会比较明显。苗栗这边可能一整天都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说如果要参加这一场这个永和山水库路跑这个活动的这个跑友们呢，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要做好这个雨天的准备。那整体来看呢，在端午节这4天哦，前面这2天可能要注意是午后大雷雨的这个情形，那到了后面2天的话，大概全天都容易下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比前2天还要来得更大一点。所以说整体来看，这四天的天气并不是非常的好哦。如果说有任何的户外活动的安排啊，或者是自主训练的这个安排，甚至说你要参加这个路跑活动的赛事的话，可能对于下雨这件事情都要请他特别的注意。那尤其是避免要前往这个危险的这个区域哦。那山区的话，如果能够不要前往的话，就是能够尽量避免前往是比较好的。好，以上是这个礼拜的马拉松天气。